云南油菜花临风，采蜜好轻松。我在路边等你，等你和我相遇，感受最美的风景，让心灵愉悦。就算是卖唱的好，亦或是这一档档的人都好啦，等的并不是游客，而是他们啊。哇，真的不敢说这里有多少只蜜蜂啦。其实在云南乐平，三月就是油菜花开花的时分，仲吸引一车车的养蜂人由天南地北赶来，等宝贝可以出动采花蜜。不过一山不能藏三蜂，一个蜂箱最多只能够养两只蜂王，有第三只的话就要将养住他们的蜂王将接走的了。他们还很爱惜蜜蜂的，见有蜜蜂跌落盘道，就会执起俾佢飞翻。哦，蜂来了，就是这个插进去，插两个，里面一个，然后它就摇摇摇摇摇，它就会闯出来。对对。边采边卖，花开嚟，花落走。佢哋一年四季就系咁样追逐花期。不过班蜂农就话，养蜂俾到佢哋自由，而且一星期采几次蜜，已经足够养活一家人嘅生活，都算唔错㗎。